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很荣幸在今年呢，2019年6月，我受邀呢要到法国坎城要参加迷电音乐展。太阳疲倦之后离开。法国给我的印象就是很轻松、很惬意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模糊地带，等着你疲倦了回来。我希望大家也不敢奢望大家跟我一起来，但是呢，就是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可以请来看我的表演。台湾籍。在距你千里之外